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在10月3号，也就是这个星期六，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大登场。今年 LINE 特别跟承办单位台视合作，获得了独家直播权，而观众在金曲奖当天可以在 LINE Today、LINE Music 的这个官方账号哦，还有呢 LINE TV 的 App 以及网站，免费的看到金曲奖的直播。想要收看金曲奖颁奖典礼，现在不一定要守在电视机前。今年知名网络通讯软体 LINE 特别和承办单位台视合作，获得独家直播权。为了扩大宣传，观众在 LINE 旗下的三大内容服务也能同步观看金曲奖。我们这次是在 LINE 上面的三大内容平台，包括 LINE Today、LINE TV 还有 LINE Music 这三个平台上面。 LINE Today 和 LINE Music 呢会使用他的官方账号。不想错过金曲奖的音乐盛会，观众可以透过 LINE Today、 LINE Music 官方账号以及 LINE TV 的 APP 和网站中免费看到金曲奖直播。其中 LINE Today 更提供多视角直播，改由观众自己选择想要收看的画面。说不定你想要跳到比如说红毯的这个访问区，说不定他特别关注那些得了奖到后台发表得奖感言的这个地方，那在得奖感言的地方也有专门的摄影机会提供那个视角。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在10月3号本周六登场，观众朋友锁定台视频道之外，也可透过 LINE 线上及时收看这场一年一度的金曲盛会。记者袁子蔡玉如特报道。